小青蛙为什么要攻击我？幸亏我反应灵敏，及时抓住了子弹。不对，子弹后边有纸条，莫非是想向我传递消息？荒野求生寻宝藏，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小青蛙。根据我的了解，应该就是这个地方。小青蛙怎么还没来？河边有东西，我去，是个鳄鱼。谁这么调皮，把玩具放在了河边？不对，鳄鱼的嘴里也有纸条，莫非……